你可能会觉得我变了，但后面那个你不那么容易接受的我，才是世间应有之事。人不可能不付出代价就让一切顺遂美满。医生，那些怪物绝对都听你的话，对吧？收集完成，觐见先生。不要过来，不要靠近，通过我进入诅咒的深渊，通过我进入光明的门扉。这是祝福。